现在欢迎。做一个关于这个土地和人，就中国是一个农村很大的地方，所以说土地和人的关系一个电影，这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初衷。通过小孩呢，是因为其实我对那个历史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跟这个孩子沃土是同样的，没有这方面的真实经历，但是我们通过很多别的方面去了解到这段过往。在这个几个角色的互相之间，也不是好像一切都是非常和气的，那么有的时候也是有冲突的。比如说那个爸爸和他的自己爸爸，等于说是小孩的祖父之间也是有冲突的。然后呢，这小孩本身有的时候对他的爸爸也是不满意的，所以你怎么是构想出这个剧本的？就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几代之间的关系，包括冲突呢？好像在我们中国人的经常的眼睛里说，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好处的。有的时候小孩子长大之后都有反叛，会跟反叛自己的父亲，这是好像生活里一个常态吧。等到父亲打孩子，等到孩子长大了，他打不过的时候，就会父亲的权威就会落下风。这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部影片没有拿到龙标，在这里是我们这个在世界首映。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看到的电影是拿给审查之前的，还是拿给审查之后的？我始终觉得，审查别人的思想是最困难的，而且自己的思想别人也没法审查。那么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自己思想的，自由的这种思想的流露。所以我觉得你看到的就是我的电影。好，非常感谢。现在曾经有过，就是说您可能会被封杀，以及这部电影，国内的人可能永远看不到。我想问一下您的想法，谢谢。这个就像恋爱一样，得相爱。如果一个人拼命想爱对方，对方就是不爱你，这是没有用的。所以不可能让全世界都爱你，所以有你们观众坐在这里，就是我的幸福。很喜欢那个电影，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我爸的家庭也住在中国，就在那种农村里面。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当时那个打破他那个墙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拿走他们的冰箱和电视？今天这个场面让我太感动了，因为昨天那个场听说有好多小朋友，但是不如今天多。这也让我真正的理解到这个 generation 这个安排，特别感动。就是我们在德国生活的小朋友很幸福，不光能够看到动画片，还能看到这样的电影。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所以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们小朋友会怎么看待。所以这个小朋友是第一个提问的，我会好好回答你啊。就是他们这家人和来拿他们东西的人都是亲戚。你在农村待过，有好多的中国的家庭是很大的，有很多亲戚，他们会觉得你家里有宝贝的话都应该要大家分，但是有的亲戚不愿意给他分，所以他们就来抢。这个你看，这个时候是最好看的时候哈。以后有机会能够再来 generation 这个单元，小朋友们，我会拍得更加好看一点，直白一点给你。难为小朋友了，也辛苦小朋友了，感谢他们的家长带来看这个电影。那我们 müssen leider schon aufhören。Aber es gibt, du hast ja gleich ein großes Interview auch beim Berlinale Palast. Also es wird noch viele Gesprächsrahmen geben. Versucht ihn irgendwie zumindest online oder vielleicht auf dem Festival nochmal zu erwischen. Es gibt auch noch viele Wiederholungen des Films. Aber jetzt nochmal einen ganz großen Applaus. Vielen Dank. An das Publikum, dass ihr gekommen seid. Vielen Dank auch oben.Das war Jörg. Hallo Jörg. Für die tolle simultane, also gleichzeitiges Einsprechen auf Deutsch.
Thank you very much.